看起来就不太好吃。花贵是滞销的吗？那你点的什么？你说我帮你点什么？是不是麻辣酱？麻辣酱啊！我知道，对，我们都没有吃太多。还有味噌汤。阿妈，你讲了半天，内用内用内用。所以，宝宝内用内用内用。你要外带吗？我跟老公、宝宝哥哥，还有我们。然后我跟老公，然后这个阿妈说她只要吃，你要内用啊。然后来去结账，订单付出。漂亮。没办法。啊，去尿尿，再见。对哦。去啊。